什么是中国颜色呢？在我心中，这一抹秋天的金黄就是答案。古人写黄色，有很多诗意的名字：琉璃、居衣、金叶、素心、佛手、葵扇。这里被徐霞客盛赞罗平著名于冬，盆岭乡间峰峦叠嶂，京畿风丛被中国国家地理选为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。当空间以大面积铺开的色彩传递出希望的温暖，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海洋。在路上第98天，一路向西，下一站见。